那如果要把前七名列出来，那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它其实跟刚刚的那个逻辑蛮像的，只差一个地方不一样，就是刚刚是把这个底色填成黄色，那再来是把这个资料抠过来，那所以呢，你就要再学会一招，如何把这个储存格的资料抠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，所以你只要知道它的坐标位置，把它放过去就 OK 了。另外的话，如果要复制的话，其实很简单。然后你很怎么复制啊？其实跟各位讲很简单，就是中间加个等号就可以了。把那等号的意思，并不是说计算结果哦，而是说把后面的资料复制到前面去的意思哦。所以以后你在看程式的时候，那个等号哦，不见得一定是计算结果哦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哦。所以接下来的话，第一个。一样到 Visual Basic 里面，那我写前七名。我跟各位讲啊，其实你可以拿格式化这个公式直接拿来改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逻辑是一样的。然后把这个地方哦改成叫前七名好了。好，把格式化贴过来，然后改一个名称，因为它大概有80%的程式都一样。好。哪些地方一样？哎，范围一样，条件也一样，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，底色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把底色变成黄的嘛，所以这个 delete 掉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是什么叙？这个叙述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12这个里面的资料。所以哦，如果你写这样的话，指的是这个里面的资料。那如果我要把它复制到哪里呢？复制到这个位置，哪个位置？移过来这里啊。这个位置，这个是什么？F2 嘛，哈，你就写这样子。那个储存格哪个储？Sales 一样，打一个 Sales，哪个储存格？第二列的 A 栏，第二列的 A 那F 栏的，跟这样 F 栏，那就这样啊，中间加个等号就可以了。哦，写这样就表示什么呢？我要把那个12的这个。我写这样哦，就是把这个资料，哦，所以哦，如果你写成这样，意思说，把这个资料12里面的资料抠到这里来，所以它结果会把这个抠到这边来，所以 F2 里面哦就会放12，写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哦，特别注意这个等号哦，在这里哦，并不是计算结果。也不是比较，哦，OK，特别重要，所以你会发现，程式里面的等号有时候不是单一用途哦，而是怎么样，把后面的资料哦，把它复制到前面去的意思，哦，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？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，以后如果复制就这么简，就是这样写哦。但是哦，你会发现哦，它如果执行的话，得到的结果哦，我们把它设中断点啊，执行一下，我把它停一下，停在这按钮8。OK，那你会发现哦，它会怎么跑呢？12出现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让它跑一下，因为 F2 刚刚已经放了一个12进来，可是现在又找到一个21，应该是第二名吧？哦，然后呢，你会发现它会做什么动作？它会把它盖过去，21，因为还是一样放在 F2。那如果一直跑，一直跑，最后会得到什么？最后应该会得到最后那一个39。哎，那不对啊！你说老师，那应该是什么？第一次放 F2 嘛，第二次应该放 F3 嘛，第三次应该放 F4 嘛。所以哦，我们会需要做一个增加一个变数。那这个变数呢，它的需求是它的初始值是2，它每放一个资料之后要加一。OK，哎，所以哦，最后该如何写？其实很简单哦。只要在这个 for 回圈上面哦，加一个 k 好了，我现在用 k 等于2，k 等于2什么意思呢？哦，k 初始值等于2，然后把这个 k 放在2的位置，所以第一次放一定是放 F2 嘛。那可是问题是我希望呢，放了一次之后哦，它下一次要变3，所以在下一行加什么？k 等于 k 加一不就好了？意思就是说，哎，我放了一个之后，你帮我把 k 的数字再加一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把后面计算的结果
把它再存到前面去的意思啦。所以你会发现 k 等于2嘛，哦 ，f 2加完之后呢，哎 ，k 等于 k 加一，加一变3，所以 k 放进来变3了。所以下一次过来之后就放 f 3，再下一个放 f 4，以此类推。好，程式写完了，应该可以懂那意思吧？哈，执行一下 ，OK， 有没有12号、21、27？哎，对，这样子就很清楚了。好，那清楚的话怎么写呢？清楚也蛮简单，清楚其实就是把这边前七名清除嘛，哈，然后清除的话应该就是里面塞空的资料就可以了，清除。那清除比较简单嘛，清除不用 K， 所以这些 K 都不用，其实也不用逻辑判断，就是把什么，把这个 F 里面的东西清掉就可以了。所以其实啦，哈，这个应该就是 for i 等于应该是第2到第8就可以了，不用那么多，因为它只有到第8嘛，哈。然后把它里面的资料 sales i 列的什么呢 F 栏，所以这边应该是 F 等于空的就可以了 ，F 等于空的。这样就完成 ，OK， 好，所以再把这两个按钮，哦，复制一下，然后把它放到这边。那这边的话就是前七名，和一个叫前七名，等下我看一眼，一个前七名，一个前七名清除，我刚好把程式盖掉了 ，OK， 应该是这个。刚刚漏掉那个哈，那所以但有些有的你就拿来复制拿来改了。像我习惯是拖拉加 Ctrl 键，哈，它就是复制贴上，哈，拖拉加 Ctrl 键。所以因为我的左手都拿着麦克风了，所以我现在只有一只手在写程式，哈。所以写程式不是两只，一定要两只手，单手也可以。重点是你要知道怎么写，哈。OK。所以等于空的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那最后把这个跟这个按钮改一下，前七名。前七名清除。好，这样就 OK 了哈。啊，存档记得啦，你就记得存档要另存新档哦，不要直接存了，因为那个没有启用聚集活页簿，你 VBA 就不见了，这个特别注意启用聚集活页簿哈，存档，这样就 OK， 清除一下，哎，有了前七名，哎，斟酌一下，啊，对，我刚刚这个把它删了，所以这个 K 不见了 ，K 等于2，OK， 这样就有了。当然，最后写完有前七名的这个功能哦，但是好像还是有同学会提问，他说：“老师，可是我希望前七名最好是按照名次排序，这个放第一名，这个放第二名，这个放第三名。”OK， 啊，我希望按照顺序哦，也是列出前七名，不然的话12好像第七名，第七名怎么放第一个？因为先找到先放，但是如果我希望按照名次排怎么办？这个可能自己想想看。如果要按照顺序哦，那可能要从 K 这边下手了，可以试试看哦。